Hello， 各位午安。今天呢，在一个真的标准吃饭时间，对，12点半，因为礼拜一都超忙的啦，进公司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然后开会要什么的，所以呢，今天比较晚一点点啦。然后呢，今天瑞卡跟我一起直播，然后他身上穿的是我们的榜首。对，好，第一名的热销榜首哦，黑跟灰，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。那我们手上拿这个呢，是什么事呢？是我们现在的新的活动，就是官网的活动，现在只要单笔满520块，我们就会随机赠送这个包包。Yes， 然后呢，我记得我们购物包已经不是送过一次了，对，一送再送，是因为大家一直敲碗，我们真的就是一直请工厂一直制作，然后准备给大家，因为这太实用了。对，而且大家最喜欢的是这个吧，就是有这个扣子，它中间有个扣子哦，所以东西不会掉出来。然后呢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手上包很重？非常的重。这人东西很多，就是两袋、欸，我每天都带两袋，我每天真的都带两袋，因为一个是我的就是奶瓶啊，妈妈要用的、啊，比如说一些挤奶的奶瓶、哺乳奶瓶，然后瑞卡这个就是我的随身携带的物品，然后里面有喝的啊，然后有口罩，刚刚讲的重点，现在一定要把口罩戴好戴满哦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就是520随机出货，要买520太简单了。非常简单，一件就可以了。而且对啊，而且一件这个洋装都可以。而且我们今天要介绍 MIT， 又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款式，大家一定要赶快进来看。短版牛仔外套不是今天上架的东西，其实我们还没有直播就超多人抢购，因为今天呢礼拜一妞妞永远都是推出最强烈的单品，所以呢就是要吸睛大家，就是睡眼惺忪上班的日子，要赶快下单。对，所以呢妞妞现在身上穿这件已经是热销宝座，已经好几年。今年一样还在热销宝座，然后它有4个颜色，等一下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咯，好不好？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跟我们打招呼的赶快咯，因为我个人超级喜欢我身上这件，因为每年我都觉得穿起来很出色，不论是其他颜色或是布料，舒适度价钱一级棒，而且是现货现货，现在哪家有现货呢？真的现货很少，现在现货很少。那礼拜一我们今天穿的全部都有现货，然后呢真的是你有抢到马上就可以收到我漂亮的衣服咯，好不好？ Hello， 午安咯， Hello Hello， 赶快进来咯。所以这个袋子我先放旁边，因为真的有装了蛮有重量 的，所以520块，随便你要买什么520块就会有一个。然后很多人都说哦，我两个都拿到的是奶茶色，我现在想要拿到黑 黑色，这就要看你的缘分咯，看我们出货小帮手会塞什么颜色在你的包裹里。这真的很难耶，就是也有人两个颜色都拿到了。总之呢，我觉得这购物袋不嫌多，真的不选择。我女儿也超喜欢，对啊，妈妈好可爱哦，她拿起来是刚刚好，就是小朋友的背带，她可以放她的玩具。对，然后我每天真的就是像瑞卡讲的，我每天都这样背一个小包，然后两袋，其实蛮重的，所以就是一些东西。好，两个我都拥有了哦。好啦，中午好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那我们今天按赞、留言、分享是送什么呢？送妞妞身上的很新衣，真的是很新。然后有4个颜色，等一下一一穿搭给大家看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最喜欢的直播就是有问必答，没错。所以呢，你有什么问题呢，都尽管发问给我们，我们都会赶快看到的话都会回答哟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我也会请瑞卡介绍一下他身上、为什么现在称之为榜首，真的是。是500件以上哦，当天立刻，每天都在追加，每天都在追加。然后这个追加期其实蛮快的，预计这周就会到货了。对 ，MIT 的东西都蛮快就会到货，所以请大家赶快去下单。那你如果再等的话，你可能要排上千人，真的会比较久一点点。好，那今天的东西我讲了，我们今天也是介绍 MIT 非常非常棒的系列袋子又出现，因为为什么一直出现？这真的是我们跪求工厂帮我们生产第3批了，因为大货好评，第一个私讯塞爆都说什么时候有，而且我想要别色，我想要抽到黑的，我想抽到奶茶色，所以我们才又再做了好几百个给大家。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，因为已经送3次了，对啊，真的该拿到的人应该都拿到了，然后还没有拿到的你一定要拿到，太好看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今天呢要先开始介绍我的身上的 MIT 咯。这一件呢只能说价格漂亮，质感舒适，那再套妞妞一句非常发狠的话，如果不好穿，质量不好的，请你麻烦退货，现在现货非常的少。对，然后你不想买的话，真的还有很多人想要现货 OK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是
绝不好穿，我非常欢迎大家赶快买回去穿穿看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单一笔订单送一个哟，所以呢，500是超简单了，今天随便一件两件就一定会有的，而且购物袋是买不到的，我觉得更只送不卖，对，更需要拥有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要介绍我身上的啦，二话不多说了，我身上那一件呢，是我们 MIT 也算是每年的榜首，一上架有可能干掉你身上那件哦，我觉得会耶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件是我们的冰丝料子，所以穿起来不论是海外台湾的部分，它非常非常的凉。那我等一下会放下，因为它弹性很好，所以呢，它绑非常好绑。那很热爱斜肩的妞妞，这拉斜肩是超级好看的，我觉得比正常肩好看。然后再来呢，它整个其实可以拉到一字领这么大。对。好，然后看你怎么穿，重点心机在背后。我今天刚好也是穿一个错综复杂的小可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背哦，后背它就是整体是交叉式的，非常非常小心机。这一件每年卖的最好的颜色就是粉红色，那等一下我会穿白跟黑，还有今年还有什么色？黑白什么？黑白，还有一个奶茶，奶茶是我超喜欢的哦，新色哦。好，然后你说肚肚大穿起来会不会很明显？来，我先告诉你，其实妞妞现在还有50公斤在身上，我的肚子的肉依然存在，所以呢，来跟大家讲，这个绑起来这边就会帮你把肉藏起来，所以肚子有肉的人，请你。你干嘛偷看我的肉？请你，就是不用担心，因为真的啦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同事看最准，因为我其实肚子真的还有肉啦，这是我们家衣服修饰的很棒。那这一件是落在一个5分袖，最适合转换季节穿的衣服。然后料子呢，无限弹到2XL都可以弹。来，我先跟大家讲，我放下来哦，它的长度是正常，衣长再长一点点，所以可以遮住你的屁股。再来，我刚刚讲了，它的弹性是可以穿两个妞妞。然后如果你觉得不好穿，觉得不好，哪里不妥的，请你退货回来，因为我对它太有信心了。那如果当然天气还没有那么炎热，你不想用绑的，那么夏天我们也可以用围扎的方式。然后你看这种5到7分袖的概念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，你加一个外套就非常好看。XL 我刚刚已经讲可以穿2XL，XL 这个手臂也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，绝对不用担心，绝对不用担心，它真的真的非常舒服，而且这块料子的弹性非常的大。但是我还是要跪求大家配合，因为现在有现货，下午就没有现货。因为其实说真的，大陆疫情的关系，现在基本上货源，我相信很多卖家全部都是3月底才会有货，都没有货。但是我们家今天的3款新品，全部都是满满的现货给大家。但是不瞒大家讲，我们上礼拜1到5上的新品全部扫光，全部购，而且是很快，真的到下午就没了。所以呢，今天一样有在看直播的现货满满等着你，但是到下午晚上的粉丝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先买起来，我们会按照订单的顺序出货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粉红色呢，真的我觉得蛮推的。你看一下它的弹性是这么大，每一个人穿起来都会这么舒服。还有这一件呢，我觉得孕妇也可以穿，它会非常非常的舒适。那这一块布料是冰丝的料子，大家可以认真学习一下，有一点点小微透感，但是你不要告诉我你觉得很露，你不敢这样透哦。这个衣服就是要这样微透微透才好看。如果你觉得啊我不敢，那请你不要买。好不好？不然笑什么？真的啊，你知道妞妞讲话是很直言的。你觉得就是，因为我不想要他买一件衣服觉得不开心，负担不开心，不然你就把它换成白的，不然这个布料就是要这样才好看，好吧？才时尚。那绑呢非常简单，因为够弹，所以超好绑。不会绑衣服的人，我相信这一件你都会绑，就不会有障碍了，因为它够长够弹，非常非常的好绑。那如果夏天一点，夏天就肚子还不是很好看，夏天一点，以往夏天我都会绑上面一点，现在呢肚子没那么漂亮，还没有完全复原，我就会绑在裤头这边，也是非常非常好看。刚刚的包包只送不卖哦，所以你今天只要拥有520元的订单，你就可以随机出货一个，这个真的得来不易，而且我们家的材质非常好，这边还做了扣子，你的东西不会跑出来哦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现货满满给大家，这个非常适合大码季节，因为大码超热。我上礼拜才从大马回来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出去机场就我直接脱成背心，真的暴汗，连妆都脱了，所以这个非常适合你们。好了，再来呢，我要去换第二个颜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记忆一下这个颜色到底有多可爱。然后第二个颜色，我想来穿白色，白色的。我跟你说，白色啊，就像我常在讲，就是别的店家应该不会鼓吹人家买白色。因为白色超容易脏，
脏兮兮，会透，会透，会脏，会怎样？会像睡衣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的白色其实卖的是最好的，对，因为第一个它不脏，它雪白，它亮白，又性感，又好穿，又好搭，反正好处非常非常的多。然后呢，来再给大家看一次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大家可以不要理会我的小可爱，反正你不要穿那么复杂，它就不会那么多交叉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是做一个斜肩正常领、一字领，通通可以驾驭的一个款式，布料超级舒服，真的是冰冰凉凉、绵绵密密的感觉。你如果买过 GN 你就知道，没买过，请你赶快花一分钟时间去注册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包包黑色有了哟，随机出货，所以海外的粉丝很想要别的颜色的，只要马币520是多少？好，我来换算一下哦，台币520块就可以拥有咯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来白色，我刚刚讲一样可以围扎，其实白色是最实穿的，白色搭配一个短牛仔裤、长牛仔裤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我们家白色超级亮，而且非常非常提倡大家，好，70大码的部分是70人就可以拥有那个包包，然后随机出货，随机出货。你看白色多好看，然后介于这个长度，不论你要搭下半身牛仔裤、高跟鞋还是外套，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好去做搭配。这件白真的很好穿，就是大家应该都会买一件白色跟一件有颜色的，好，超级超级好穿。因为真的像我讲的，白色这种衣服买不好，超像睡衣的。对，就是你花一件300块，然后像一件睡衣。我们这个白色，你去年买了，今年再拿出来穿，而且白色绑起来特好看，对啊，就是感觉很不一样。然后你要真的外套什么都非常非常的出色。但是我要先讲一下无敌威的什么超级无敌威的超级无敌威，好，这么厉害，厉害，好，这字眼感觉超级强烈，因为是我很难诉说，但是我相信在座很多粉丝是买过的，真的真心推荐。今年的价格真的非常的优，而且价格只在今天，只在今天而已，然后现货也只在现在。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缺货，缺货，缺货，不是只有我，因为大环境，我们剧院也是会缺货，但是至少现在是有现货的，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边开网站边下单哦。好，这是有一点。真的人民恐慌的感觉，真的，因为现在看到现货就一定要赶。现在看到现货，你喜欢就不要等待，而且除了现货又便宜，这是两件事情哦。现货没有预购价，可能还有所考虑，但是今天有便宜，就只有今天而已。你要再等便宜，就要等明年的这个时间，好不好？那就直接告诉你，白色扎起来超级好看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买一个有颜色的，然后再买一件白色的。白色的料子真的很好，很挺，它真的真心推荐，它是外穿感，不会像就是那个内衣这样子，就是烂烂脏脏的。好哟，来买了两件白，两是黑白两色。我跟你讲，今年可以再买一个奶茶色。等一下我要介绍那奶茶色，一级棒，很厉害。我个人是最喜欢奶茶色，然后再来是白色，然后粉色我早在前年的时候就买过了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你买白色有个好处哦，就是你的这个可以换成不一样蕾丝的啊，或是粉红色有颜色的，其实都不会有违和感。对对对对，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，垂坠感是的，这件它是冰丝的料子，让大码粉丝也学习一下布料的部分。它是冰丝，所以什么叫冰丝？穿起来就是冰冰凉凉，让你可以降温，非常非常凉爽，完全不闷热哦，完全不闷热。因为这款我上礼拜到大码有穿，它虽然是五分袖，但是完全不闷热，因为它是冰丝的布料，冰冰凉凉又丝棉的感觉，所以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好了，白色再让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实在太好看了，它不论是放下来还是扎起来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完美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围扎。然后刚刚有人说肚子大大的，基本上它其实看不太到，完全看不太到，即便是白色也看不太到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重点讲到重点了，质感是超好，质感不好请你立刻退货或是打电话来我们的客服，因为这一款我就真的很有信心，它的这一块料子真心推荐大家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质感好的料子才会介绍给大家。虽然衣服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朴素，有点心机，还好啊，但是我们这一款的料子绝对居然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好不好？来，海外的粉丝很喜欢这个包包，真的真的。那说网页下单也可以拿到包包吗？我们就是在网页下单，在网页下单才拿得到哦，马币70元，台币520元，这个真的是大码是第三次，大码粉丝超级喜欢，我们整天的讯息都被塞爆，什么时候还有，什么跪求妞妞，还有社团的粉丝也都一直很想要，台湾的粉丝也是疯狂购买，所以很多粉丝两个颜色都有，然后也有人还没收集到其他颜色，也是疯狂在下单。总之呢，520太简单了啦，今天怎么买都有。
有520元。第三个颜色我要来穿奶茶色了，奶茶色是妞妞自己个人最喜欢最推的，那也是你们最不敢穿的颜色，但是我真心觉得这颜色穿起来是白的，就是今年必备色啊，对，真的是今年必备色。所以等一下这一件呢，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奶茶色就一定要，而且这一次我们奶茶选的是比较偏比较淡的，所以它穿起来一样是有提亮的效果。来，这奶茶色我觉得超有质感，如果懂剧院的人应该就会想要买奶茶色。侧边绑带背心至少到三月底了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大陆的疫情啦，我相信全球都有所影响，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状况，所以呢我们的货其实今天又有新的 update 的消息，会再晚，这必须要大家包容的、这大环境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有货的部分呢小帮手都会告诉你们，大家货况都会比较久一点点哦，所以才说你们是要买现货，买到今天的现货今天下午跟明天就可以出货，真的快速拿到，超级快，但是只要看到红字预购中已售完，那就要等咯。那 MIT 的部分大致上都等7到10天就可以有货了，那其他目前你们问的一些雪纺啊牛仔短裤至少都要到3月多了，但是等待会是值得的啦，因为 GN 的商品真的很值得大家等待。这个奶茶色我只能说质感中的质感，非常非常的喜欢，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。牛仔裤不会介绍，牛仔裤是追加的，好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请小帮手贴链接给你，牛仔裤是追加的商品哦。好，这个奶茶色我只能说啊，穿起来是透白亮白又有气质，然后搭牛仔裤黑裤白裤都非常好看，然后 这款衣服真的有个魔力，就是放出来好看，不会像睡衣这样子，然后呢扎起来也好看，绑起来也很好看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它是做到三种都是非常非常利落好看的，你看这样，然后我个人就很喜欢斜肩，然后刚好不用特别换内衣，我就是穿我们家的小可爱这样子，然后肚子也藏好了，然后搭一个牛仔裤就非常非常好看，我很推荐大家买这个奶茶色哦，因为这个奶茶色我觉得比较特别，你要买白色黑色粉色衣服其实都比较容易取得，但是奶茶色不是每个店家或是每个布都有这个颜色哦，所以呢我很推荐这个颜色，而且这一件甜甜价才350块，对，我跟你讲哦，350可能有些人觉得又没多便宜，你穿看看我的布料，穿看看我们剧院的布料到底这一块料子有多舒服，有多少人在卖这块料子，基本上是没有的，因为它真的是冰冰凉凉又舒服，版型好看又多穿又不挑身材又便宜，就这样子，真的好处太多了，所以请大家多分享咯，好不好？马来西亚有卖吗？可以下单吗？当然咯，今天上架的新款，然后这是牛牛穿的第三个浅奶茶色，如果要我推我一定会推浅奶茶，然后白色粉色黑色也很好看，反正每个颜色有点难选，就是都很好搭，是都很好搭，啊，然后很多粉丝是其实剧院的老粉都是包色啦，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新的粉丝要你疯狂包色好像也太夸张了，所以你可以先买两件，我告诉你，你买了两件你绝对会想来买第三件，但是你想买第三件的时候呢价格就变贵了，因为新品预购价只有到明天早上九点，好，这是我们的规则哦，所以请大家听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听清楚了，所以呢，奶茶色是第三个颜色哦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跟妞妞说。不论你是胸部大、身材肉肉的、手臂肉肉的、手整个都肉肉的，都可以穿，因为它可以穿到 XL， 而且就是这么舒服。我还要再特别强调一下，它是三多穿法的，而且呢，它不会贴在你的肚子上，这是完全可以把你肚子的肉，你看哦，即便是浅色，它也不会贴在你肚子上，它是可以修饰你的肚子的，好，非常非常的好看，但是要提醒大家哦，现货，错过了现货，你至少要等半个月，真的很久，因为现在真的是大陆这个疫情太严重了，一直在扩散中，他们开工的时间一直往后延，对啊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剧院都还蛮直白的告诉大家多久会到货，那其他店家我不知道，可能会说快到了，就是会含糊的说，对，但是我们是很明确，其实来问剧院或是问牛牛，都可以很明确告诉你，他们现在的疫情非常严重，所以呢，到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久，好。是非常非常的久。包包多少会送？520元，台币是520元，台币520元，马币是70，然后马币是70，这一定要获得，太简单了，今天随便选一件两件就有了。
好了，第三个颜色介绍完了，第四个颜色要来穿黑色喽，黑色基本黑，基本黑就别说了，超多人戴基本黑，因为黑色穿起来又瘦，对，然后又没有透的问题，然后凉，因为很多人喜欢穿黑色，但是夏天又选择不买黑，是因为黑色会吸热，对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这块布料刚刚已经介绍过，它是凉感的，冰冰凉凉的冰丝，不凉的话退货，一样退货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开着冷气跟电扇，我快冷死了，因为真的是凉的布，而且摸起来是绵绵密密，非常细致。好，虽然很素，可是呢，真心好穿，弹性就是这么大，弹性就是这么大，二叉L都可以穿，然后孕妇也可以穿，然后后背就是一个交叉，错综复杂交叉的一个小性感设计，然后呢再穿到妞妞最喜欢的鞋尖，它是落于大概五到七分袖的部分。小白鞋会出吗？小白鞋一直都在线上，只是现在是零码，而且小白鞋还对折哎。所以你如果有需要小白鞋，你可以到五折专区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包包不能挑色哦，是随机的哦，就随缘咯，随缘咯。包包有一个账号一个，一张订单一个，是不是？是一张订单，所以你就是如果想要很多个，你就可以下很多订单。对对，没错，一张订单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黑色多瘦，多好看，而且不吸热，超冰凉，所以我相信黑色也是会卖得非常好。那但是我还是推荐比较特殊的颜色啦，对，然后你可以买一个特殊色跟一个基本色，四个颜色是不是超级难选呢？好，记得XL完全适合，这个我觉得完全不必担心，妞妞保证你XL穿得下，而且你一定会很喜欢，想再来买。请问马来西亚的邮费怎么算？请小帮手帮忙回复、哦、小帮手回复一下咯，因为邮费这个要比较清楚的告诉你，我们请小帮手回复比较清楚。对，我们是在官网下单，不是这边哦。是，官网下单非常简单，你用 Facebook 登录就可以买咯，好不好？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不知道怎么下单，拜托现在赶快去询问，因为我比较担心是你第一次买你不知道状况、很担心你没有现货被我们的老粉丝抢光了，那没有买到现货的话就会让大家等比较久咯，所以今天我还是呼吁大家要赶快去买现货。然后有没有帮妞妞分享啊？其实妞妞这几天都没很在意分享数，因为我都赶紧的赶快把我的那个商品好的东西介绍给你，现货赶快跟大家，因为我怕你们买不到现货，有时候等我讲完那时候就没有现货啦。对，然后大家我觉得女生买东西当然想要有现货啊，但是尤其是大码的粉丝，因为现在这些衣服他们的天气是马上收到马上可以穿的，台湾可能还可以稍微再慢一点点，就是没有出国穿的话，其实台湾现在是有一点点凉意，所以等一小点时间我觉得还尚可以接受啦。新加坡可以买，我们很多新加坡的粉丝购买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小白鞋目前就是零码，如果要等3536，对，要等的话就是之后会有新款，但这一款目前是没有了，而且是零码，就是对折，对折非常非常便宜咯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甜甜价300，我跟你讲买两件也才700块，700块可以让你穿3年，因为我自己的就是，所以呢这是妞妞可以直接个人担保的一样商品，我觉得真心好穿，真心推荐，布料非常非常的赞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款商品，四色真的是好舒服。对啊，真的很舒服，非常舒服，只能说凉到不行，舒服到不行，海外的粉丝收到一定会大获好评，非常热爱，台湾也是。牛仔裤早上架了，在年前就上架，它是一个追加的款式了，但是牛仔裤现在到货的话至少要到三月中后了，三月中后咯，好不好？我产妇恢复得很快哦，谢谢哦。好，来，那我衣服我要脱掉了，这一件有点舍不得脱，因为好舒服，就是真的很亲肤，真的很亲肤。好了，然后呢我要来介绍第二款，第二款新品也是非常厉害的，很厉害耶，大家应该已经有看到瑞卡穿的，对啊，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，这一件呢我去年也就买了两个颜色，然后呢我今年又买了绿色。好，这个啊，它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露左肩或是右肩，然后就是两穿，你想要左肩掉下来还是右肩掉下来。好，然后呢它是一个，这个超漂亮的，我里面是穿小可爱，它是做一个单肩的造型，单肩的造型，然后呢竹节棉，我拿另外两色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
好，然后呢，里面你可以像妞妞一样穿一个这种小可爱，你看你是要平口的还是要弯形的？这件我觉得大家应该不意外，就是这件到 XL 也都可以穿，它的弹度也是容纳两个妞妞，然后呢绑起来围扎都可以。我记得我去年是搭 boyfriend 裤，然后它是吊肩式的，你可以让它整个掉下来，也可以这样子单肩的方式。我用白色的给大家看好了，白色的部分有没有看到它边条是雪纺，然后中间是大家非常热爱的竹节棉哦。这个是黑色跟白色基本款，基本色超多人戴，这个我们曝光的时候就超多人在问的，超多人在问的单肩的上衣。那以妞妞来说，妞妞算瘦了，其实我们就是故意做一个单肩，不要让大家一直掉下一直掉下，所以 M 号 L XL 的粉丝你就不用担心有掉肩的问题哦。然后呢今年出了一个新色，超级喜欢，又是绿色，但是这一次出的是薄荷绿，所以三个颜色都超级欠购买的，超级欠购买的，欠买款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很适合大码的粉丝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敢穿那么露的人，你里面可以再加一件背心。重点是，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漂亮，这边是完全修我们的手臂，然后整体放出来，它是盖住屁股的长度。大家看一下，它盖住屁股的长度，所以呢，肉肉的粉丝，其实你想要遮住屁股或是大腿或是腰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放出来。然后你看它的大小是这么大的，然后再来这一款呢，如果要绑的话，也非常非常的好绑。这一款甜甜价是330元。好，然后你自己看，你要露左肩，你要把它 hold 在左肩上，或是 hold 在右肩上也都可以哦。来哟来哟，非常非常的好看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看绑起来也可以。我们家今天 MIT 每一款都卖很好，然后有些粉丝啊，他拍穿搭给我的时候，他也喜欢把整个掉下来也 OK， 因为他就是想要露出他的这个小可爱，然后也或者是这样子。两条肩带在上面，非常非常好看。这个是必买款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就是不论你是搭休闲短裤，或是窄管裤，还是 boyfriend 裤，都非常非常好看。而且竹节有一个好处是你绑了比较不会皱，所以呢，它你看哦，它虽然是一个宽松的 T， 可是它你远远看它还是有一些腰身，自带腰身，对，自带腰身的部分，我觉得这蛮厉害的，这蛮厉害，因为一般很多这种宽 T， 好，然后它上面我等一下用白色介绍它。它是这边跟手袖这边全部都是雪纺的料子，都是雪纺的料子哦。很多穿啊，很多穿。然后如果肩膀你比较宽的人，甚至你可能可以卡在这边当成是一字领。然后像我看瑞卡、啊，他有时候不喜欢吊肩的感觉，他把它当成是宽版背心，对不对？就正常穿。他就是把它正常穿，你看这很典雅好看，它就是有点像一件小长版上衣的感觉。这样正常穿，你看这个弧形是多漂亮的。然后你也可以正常穿，然后把它绑起来，你看正常穿也很好看。又变另外一种衣服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这一次是设计过，你不用担心里面会露出来怎么样的，因为就是小可爱而已。如果你很担心的话，那你就换一个平口的背心或是整件背心在里面就好。我觉得把它穿成是正常领也非常非常好看。然后你从远远看它的手臂切割是这样子，所以我的手臂被修得很小，虽然妞妞手臂已经算瘦了，但是我相信肉肉手臂的人更需要这个剪裁。去年我买黑色真的很好看，然后呢黑色白色今年有来一个绿色，去年白色卖的最好，夏天嘛，夏天我们家白色都卖得很好。好，我现在来穿白色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件真的是很好搭配，然后你要搭外套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要来穿另外一个颜色，就是我觉得你的手臂被修得超细，对啊，因为那版型真的很好，它真的是版型很瘦啊，就整个是版型很瘦，穿上去会减几公斤了，没错。然后我刚刚是穿左肩吊，现在我穿右肩吊，看看，就是你想要露哪边都 OK。对，我现在穿右肩吊。这件超好看，有型，没错，这件，而且这件真的很划算，今天的甜甜价就是330。现在换右肩吊。好，如果像我个人啊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很喜欢黑白撞色，
我很喜欢黑，就是故意，就是我永远的小可爱最多一定是黑 色黑白装色、嗯、然后你也可以点点粉红色紫色都好，因为今年做的小可爱好多款式哦，有蕾丝的，有蓝的，有什么，然后你看白色比黑色刚刚更明显了，它第一穿是这样掉的，然后刚刚我们讲自带腰身，自带腰身这个才厉害，一件宽 T 可以做成自带腰身，它可以穿两个我，所以到 XL 没有问题哦，然后绑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绑，超级简单的。我刚刚是露左肩， MIT 的预购不会到三月， MIT 的预购大概都会落在十天左右，所以 MIT 只要上面前面名称有标着 MIT 三个字，14天之内都会到货，好不好？14天之内都会到货，所以 MIT 的背心羊不用担心。你还没穿，我还没穿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还没有穿就预购，因为我刚刚想说奇怪，不是今天上架怎么那么快就问，但是 MIT 真的比较快，是 MIT 真的比较快，毕竟它在台湾啊，它在台湾，所以它会比较快一些。你看这绑起来多好看，我去年就是这样穿，然后穿波尔粉裤，超多人询问度这一件，然后非常好看。其实里面你就看你自己个人能够接受什么样的程度，你就搭什么样的背心，然后再把它拉起来，正常领的时候。正常领的时候，来，刚刚黑色比较看不清楚，这边是做雪纺的，手袖的边也做雪纺，非常非常好看。正常领的话，它就是呈现一个这样子宽肩，然后 V 领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很适合去哪里穿，海边、啊，你穿一个比基尼，然后是花的、嗯，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多好看，好想出去玩哦。但现在好像不太适合，现在不太适合出去。对，所以呢，来，然后刚刚我讲比较肉肉，反正说不定你可以卡在手臂这样。那妞妞是比较瘦的，所以我可能不太适合卡在手臂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我把这个肩带藏在这里面，看到了吗？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宽肩 V 领的小长版上衣，对，然后围夹也可以，这件超推的，这外面绝对不会有，这来自于我们的金头脑。然后你看我手臂真的超瘦的、欸、真的就感觉变小只了。我觉得看直播真的非常准，所以大家不用怕我们造假、哦、我直播造假不了，我跟你讲照片啊，社群 Facebook IG 图可能都可以修，对不对？黑可以变白，胖可以变瘦，纹路可以变没有，但是直播真的没办法，直播最真实的，真实的原形毕露在大家面前，所以你常常在看妞妞，我真的觉得我手臂就是感觉还有线条，变小只了，变小只了。330块，我跟你讲，不瞒你今天会后悔，因为应该说我今天介绍的三款，再调整一下，三款 MIT 都是很热卖的，所以如果你错过今天，你要买甜甜价就是明年了。明年了，这些款式我绝对不会骗大家，接下来的夏天的每一天的穿搭你都会一直看到它出现，真的，那看到的时候你就是买不到优惠的价格，也买不到现货，所以请大家赶快去买，现在已经很多人在下单了，都没有要理我的直播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，这个绝对是好看的。而且竹节棉是大家一直公认很喜欢的布料，弹力十足，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好，背心羊怎么那么快就没了，这件我超级超级热爱。好，再给拿拉起来给大家看一次，你把这个收起来，你就可以变一个 V 领宽肩背心。然后重点是除了背心之外，小资女孩你还可以穿那种短裤、嗯、就是下半身失踪的感觉，对，它就是非常非常好搭配。然后绑的话 MIT 我们家的 MIT 每一件都很好绑，因为布料够弹，不要破产。你买，比如说你买坊间的一些衣服，你会发现为什么看人家绑那么容易、嗯、然后自己绑都这么糟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就是布料不够弹，那布料是硬的，对，你就拉不开啊，拉不开你就很难绑啊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咯。我这样绑起来我觉得好看，对啊，很瘦齁，很瘦，就是手臂感觉很小只，直接就是被削掉了。对，所以宽肩我觉得大家会很喜欢的、欸、因为以往如果做这样子、嗯、基本上转换器其实有点冷，对，然后又不能修手臂，所以这一次做宽肩给大家，大家会非常喜欢，而且里面可以搭配任何无限点点花的、素的、任何颜色的小可爱都非常好看。第三个颜色就是今年的新色，好，这个绿色啊，其实单看啊，我觉得蛮多人觉得蛮诡异，很像我们的小帮手都在旁边偷笑。我跟你讲哦，说真的啦，它看起来刮那边是真的有点诡异，但是我觉得穿起来你们会很喜欢。我上次有穿过，对，他有穿过，就是因为一般的人对绿色就是会先排挤啊、嗯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排挤绿色，当然我就特爱绿色，剧院妞妞就很爱绿色，他
哪有怎么样，它就是一个薄荷绿，看到了吗？很浅的薄荷绿，又不是那种很吓人的绿色。然后你看这样子宽肩的一个背心超好看，我这是哪一边？好，吊肩的话我觉得更好看，这个绿色我觉得比黑白色还提亮肤色，我现在肤质都亮了、欸、真的。对啊，真的，你帮你打光，你看打光下去我的脸真的都亮了，感觉很松，它是故意的啦，它是故意的，它就是宽松款、嗯、然后微性感的款式，微性感的款式。还要来，很好穿，这是 去年的前五名榜首、欸嗯、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它，它就是吊肩，然后有点休闲微轻松的感觉，又有点小性感。我觉得是男友爱款，男友爱款，男生喜欢这种要掉不掉、若隐若现的，所以夏天穿非常凉爽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大小尺度啊，我觉得都很 OK。你把它想现在在夏天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绑起来是我最喜欢的。嗯，真的。对，它就是有一种更有腰身了，有腰身，然后又有点露胸。那你说真的也没有露到什么胸，因为我今天穿的小可爱是长截的。嗯。然后露手就这样而已啊。对啊，你只要把小可爱穿好就好，你就可以像妞妞一样这样好看。我里面小可爱也没有什么太裸露的东西，而且绿色真的真心特别，它不会像黑白色那么无聊，但你可以自己斟酌啊。这个绿色它不会让你变黑，它只会提亮，因为它是薄荷绿，对，很浅很浅的薄荷绿哦，所以还蛮推这个颜色，就是今年的新色。看起来很清新哎、欸，很清新哈、哦，而且你那时候搭纱裙吗？我反正他搭纱裙也可以，他搭纱裙也可以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我是搭 boyfriend 裤哦，他是搭 boyfriend 裤，就再更休闲一点。然后妞妞是搭这种 skinny 比较合身的裤子，然后他本身就是宽松的，所以即便是 XS号的，我算是还算是 S 号，我穿着感就是这样，你们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微性感，男生超喜欢这件衣服。然后如果啊，有些人觉得这边过于裸露，那你可以把里面加背心，对，不要穿小卡，你加背心就会非常非常好看，背心或平口都 OK。 对，没错，超级厉害。然后整个放下来就是有点长版上衣的感觉，这样也是非常非常好看。然后弹力布料真的真心推荐，这件今天卖得很好，而且它是现货哦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背面，可是等一下直播完就不知道是不是现货，因为我们都帮大家准备满满的现货，但是每次一直播完就下楼看电脑的时候就全部都卖光了，都跳预购，对，都跳预购了。所以真的没有骗大家，你们自己去随便卖场点一款货，现在全部都是预购。对啊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追加，我们追加小帮手到底要搞什么，什么整家店都没有货。但是我们想追加，但是大陆疫情的关系、嗯、那个源头它那个真的没办法，这真的没办法，请大家多见谅。那至少没 MyD 能够很快速的出货给客人，所以呢想要等不想等的人你一定要赶快，黑白都有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要考虑买今年的新色，因为这颜色真心漂亮，真心漂亮，必备色哦，好不好？必备色，非常清爽，就是炎热，然后搭纱裙啊，搭裙子、牛仔裙、牛仔长裤、黑裤、白裤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了，那记得再帮我分享喽。好，第三款呢，第三款就是刚刚说第三卖光的，对，预购中。好，但是真的不用怕等太久，因为 MIT 的都是大概7到10天就会到货了。对，然后在穿第三款之前，我先插播一个罩衫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罩衫询问度很高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开卖了，直接开卖给大家。但是这也要看直播的才知道。噔噔，超好看的罩衫，冰冰凉凉的。然后呢，我穿的是灰色，它还有黑色啦。然后呢，它是深灰色，有点灰紫灰紫的、嗯，灰紫灰紫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扎进去比较好看。哎，这外套穿下去好冷哦。对，而且它很冰。是热卖非常久。热卖非常久的，它这一直都在榜上，没有下来过，没有下来过。所以呢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来，这个罩衫我非常非常喜欢哦，它是一个垂坠式不规则流苏罩衫，而且这么弹，好，然后呢，手袖这边是车住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是披肩，它不会掉下来。再来呢，我们选用的 MIT 流苏是根根分明的，噔噔噔噔噔，一个也不打结，超可爱，好不好？超可爱，然后质感又非常好。有些你买到流苏还要自己梳，自己梳虚虚的需要剪。我跟你说，我很推荐这个颜色，但我知道很多人会去买黑色了，嗯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颜色怎么搭。这个颜色是紫
紫灰紫灰，偏紫多，但真的食品非常好，其实跟紫波色差不多，没有变紫紫灰灰的，紫紫灰灰的。然后呢，真的是冰冰凉凉，它也是一个我们新款的面料，非常非常棒的，弹力的。然后一路穿到2XL，通通皆可驾驭。然后这个的位置，我觉得就是大家最刚好想要遮阳或是遮什么风的遮阳一个位置，遮屁股。对，遮屁股。然后150、160、170，通通皆可。它还是 MIT 的款式，你现在去 MIT 专区也可以找到它，非常非常好，超爱，对不对？这件我自己也有，穿起来很有型。小穿了小卡就没有再穿内衣了，没错哦，超多粉丝是这样子。我现在就是，我也是。我以前不太敢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是在我旁边的小帮手们，我都会说穿看，你穿看啊。然后穿着穿着，就是大家都不穿内衣。对，因为穿内衣好累赘。对呀、啊，就很，而且现在的小可爱都可以脱高，像妞妞也没有就是在穿内衣，我都穿我们家的小可爱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插播款哦。那黑色在吗？黑色不在，黑色不在家。好，那黑色不在家，那我们就是黑色我就不穿了，有机会再穿给大家看。总之呢，因为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这个颜色，我觉得比较好看，但是还是很多人就是想买黑的，那你就去买黑的吧，黑的也很好看，也 OK。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流苏，根根分明，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可爱。然后呢，这个罩衫呢、啊、除了休闲之外，有时候你穿一些洋装可以把它变成是小披肩的概念、嗯、小披肩的概念，优雅款，优雅款，所以它其实是蛮多功能的，它是蛮多功能。这个赶快去抢哦，这个颜色才刚到货而已，这才刚到货，所以现在我记得有现货，现货，但是售完一样要等7到14天咯，好不好？好，赵三一早就买黑色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，厉害、欸、怎么那么刚好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、啊、真的，我跟你讲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诉说，反正它就是非常弹、非常冰凉、非常好穿，你一定会喜欢的款式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要来穿第三款新品。哎、欸，这款很强哎、欸，它从去年卖到今年、欸、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不认识它、欸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拍影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、欸，这件真的很好看。这件我穿了好多遍，然后去年也录了无数的影片，真的。这一件呢是SML XL 2XL 孕妇通通都可以穿，而且它很厉害的是它没有绑绳，也超好看。嗯，不用绑就好看，不会很就是不会显胖、嗯、来这块布也是我们 MIT 独家的布料，它很特别，它是条纹式的。这一件呢、啊、里面你要搭长袖、短袖、七分袖，像我的发热背心也可以，看你自己的、地方，然后自己的温度去控制。这一块布料外面没有，是我们 MIT 独家的一个立体条纹布，而且是弹性，我刚刚讲了到孕妈咪都可以穿。而且呢它有一个魔力，就是一般穿这样子的灰色会很像睡衣，对，我现在绑带根本还没绑哦，这件已经卖了3000多件了。对啊，所以呢真的很强，今年继续在开卖，而且今天给大家甜甜价。好，去年还没有甜甜价过，今年给大家甜甜价。然后呢重点是这个叉呢绝对不会让你曝光，因为我已经穿过无数次这件爆小孩了。好，不论是在弹度、宽度、什么度，反正就是非常适合大家。而且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是像我讲的没绑带，轻轻松松，就是有型有腰身、欸、对，有腰身、哦、很厉害耶、欸、因为灰色给人家的概念就是休闲睡衣，没精神，没精神，没错，讲到三个痛点。但是呢这件灰色真心推荐耶、欸、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货啦，但是你们自己下好离手，因为黑灰很多人买各一包色，这个是确实的数据，因为这块布料真的在别的地方没有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连绑带都是条纹布。好，520块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会喜欢，因为它可以藏住你太多地方，而且让你轻轻松松就有型。绑带我还没绑，然后口袋呢是这种斜切的大口袋，超级可爱的。然后它也不贴臀，也不显腹部。对啊，这么棒的衣服去哪找？然后它是春夏的料子，又弹，里面我刚刚讲过，你要我看过粉丝很辣的，他是穿小可爱在，嗯，我觉得就直接半截小可爱。那我里面穿的是发热背心，一直热卖，一直在追加，最近又一直追，疯狂追加的发热黑白背心，黑白最多人买了。然后到了夏天，春夏转春夏，很多人买白色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很适合，就是有点冷，然后如果穿一般背心，然后又有点太冷，所以呢穿发热背心在里面非常棒。
都没货要预购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件预购期很快吧？我记得这件预购期五天，快来了，五天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快来了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今天要先买，因为今天才有甜甜价。好，然后呢，来弹力的部分，给大家看了、哦，绑起来也很好看。第一个呢，绑起来就是直接绑在腰上，我已经教过大家很多遍了。你拿到绑带啊，你如果乱绑，我会生气。有看我直播都知道，我送你绑带，你如果乱绑的话，那就会生气哦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绑在胸下，有没有？我今天穿平底鞋，而且那就才161公分而已。然后可是绑起来有那种三七比例非常非常高的感觉哦。瑞卡，我要借一下瑞卡，因为瑞卡是标准，也是 model 身材。你看我虽然小只，但我的腰身也不输他吧？是不是我的比例很好、哦、但是你知道吗，绑带啊滥用的话，你要乱绑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以前就有很认真的跟粉丝说过、然后他拿到绑带绑这样，真的啦、那真的，这个分享给我看照片，对，我觉得比较直接一点，你看我就会生气，我就会教他怎么，所以你看一个绑带送给你，那你不如不要绑好。真的。对，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看。你看我现在变五五身了，我再一次，你一定要绑在这个位置，再去调整。还有来 L 跟 XL 都可以穿，可以，绝对可以，不用再做大，再做大就不好看。你看又瘦，而且它是灰色，灰色可以做到如此瘦，灰色如此腰身，对啊，多好看。真的，这块布料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不买，今天不在甜甜价买，真会后悔。而且跳预购，我觉得大家眼光都非常非常棒。孕妇也可以，这件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有穿过，肚子大的时候，来，你看，好，所以呢，来来来，这个我们的布料很弹，我们连绑带都是弹的。对，它只有两个颜色，基本色，你两件都可以买就够稳。因为你绝对会很常拿出来穿、我几乎夏天来公司有时候很懒就抓这个抓、因为这就是快速出门啊，重点是快速好看，对啊，然后呢又不会没精神，没错。哎，这件多少钱？520，哎，刚好哎，哎，对耶，今天买这一件就可以拥有这个袋子耶，而且我这样配还刚刚好，真的，我觉得两色都可以啊，好棒哦。所以呢你根本不用烦恼你要买什么，买这一件就对了，520就可以了，一件就会送了哦，没错，超级好看的耶。好，反正裙子我觉得一定要买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别人家也看不到，这都是我们剧院独家的商品，好不好？去年买了灰，今年要再买了黑，因为我们去年是完全没有折扣的哦。什么码？我跟你讲，到XL都可以穿，绝对绝对绝对。然后它不绑就很有型了，再介绍一次。我还蛮常不绑的，因为我喜欢比较轻松的，就是没有束缚。我跟你讲，就算你肚子很大，它也不会贴在肚子上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有小腹的问题、屁股肉的问题，它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舒适的洋装，很舒适的洋装。这个海外地区的粉丝会非常喜欢，台湾是一直都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哟。好了，里面是穿的 MIT 的发热背心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才220而已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超多人买，目前也还在追加中喽。追加中，但是快到货了，白色快到。好，好，再来呢，刚刚的洋装还有什么色？黑色。好，去年两件都买了，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穿搭心得、一定是好评啦，我跟你讲绝对是好评，对啊，绝对是好评。这件衣服说真的我还没有得到负评过，真的也不就是退，也没有什么退货，基本上不会退货，就只会再多买一件而已，真心推荐。什么尺码？这一件 S 到 XL 穿都 OK 哦，然后孕妇穿也没问题。是的，我第一个哦，他说他第一次在 Girls Monday 买就这个，然后直接包色，他第一次下单， wow， 是不是很良好的经验？来，黑色一样好看，一样瘦，不需要绑带就可以当一件连身裙出去。黑色呢，透过镜头可能条纹没那么清楚，但是呢，你穿下去是很清楚的哦，在你旁边的人纹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好不好？这件是有口袋的，它两个做斜口袋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大口袋。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可以上官网上去看一下。好，非常，你不觉得很瘦吗？它这边又削下去，其实这边完全没有贴身哦，这没贴身哦，贴在身上，它屁股也不会贴，它没有，完全都没有贴，整圈都没有贴，整圈都没有贴。所以呢，你看它还有腰身，然后我是觉得长度做得很刚好。这件我当初就是在量这个长度，真的量很多人的小腿，因为它有再长一点点就会变矮了，再高一点又太短了，所以
所以当初弄这件事真的弄蛮久的。然后刚刚讲了，如果腰身绑起来的话会很厉害哦，更厉害，但没有腰身已经很厉害了。好，来绑在胸下哦，这个一定要赶快买，今天520，来绑在胸下，你看就会变超瘦的，超级好看的。这个很多人黑灰一起买，因为呢520有这样子的款式，我跟你讲超级便宜又显瘦，一定要今天带，因为这个要在优惠价，就是明年的2月了。对，绝对是明，我不可能再便宜，我们的甜甜价到明天早上9点哦。对，夏天里面穿小可爱，对啊，我刚刚有讲，其实还蛮多人能接受的，就是比较再稍微性感一点，就是直接穿半截的小可爱，不一定要像女生穿背心，所以你要看你自己本身。那也有很多粉丝他不敢穿背心，他会加罩衫，或是他穿短袖，可以在里面都可以，就是贴身的那一种。选色障碍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平常不太建议人家包色的人。妞妞在此推荐大家可以两色都包，你绝对会喜欢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因为其实有在听我直播，我都叫大家不要乱花钱，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没必要包色，你家里有的拿出来搭配就好。但是以这个来说，我真心推荐你要在今天这个520的价钱买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要诉说给大家的。这个腰带哪边好像它没有做腰，它没有做腰带。然后呢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要。腰带就很好看，因为每个人的身高其实比例也不同，所以这个是送给你们的，你们要绑就绑，不绑就不绑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棒的，对，直接绑上去就好了，没错哦。会送香港啊，当然哦，香港也可以，海外部分都可以购买，赶快了，因为这个现货肯定是排很多人的，然后也卖光了，然后预购应该很多人在等待，但是这款预购已经在路上在路上了，路上了。那你们要想它是 MIT 台湾嘛，台湾在路上距离也不会太久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很安心的购买这个。Hello， 这个是肯定要包色，因为太多人包色，然后他们以前包色可能还没有优惠哦。对，今年刚我上礼拜还在社团说，先不要买哦，因为今年有优惠价。真的，我还有制止了一些人先不要买。好，所以呢，总共就是。三个颜色，然后我可以两个颜色，然后我可以穿一下刚刚的那个罩衫，然后我要请瑞卡介绍一下他身上目前我们家的榜首，爆款榜首，一定要来给他好好介绍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三个穿的三个全是 MIT 的发热背心， MIT 的洋装， MIT 的罩衫，好，也是可以穿的非常好看，如此舒适感十足。好，如果灰色看看，我刚刚已经穿过了，刚刚已经穿过，你可以拉筒脖。好，很多人不买灰，这件都买灰。对啊，因为平常不太敢穿灰，因为平常都觉得灰很胖，但是这件灰色完全不胖。胖的话，请你再退货。里面搭薄长袖也是可以，可以 OK, 薄长袖、薄短袖，你也可以现在的天气搭那种打底高领也 OK。对，都可以。然后口袋超可爱，主要是纹路啦，还是必须说这个布种是非常特别的，然后弹性非常好，已经离开镜头了，我轻轻拉而已，然后不贴臀。好。秋天搭 MIT 交叉不会很奇怪啊，是可以的、啊、是可以的，只要素素的都可以搭配。好，这罩衫我也很值得推荐，因为你看我刚刚是穿牛仔裤，我现在穿洋装，它也不会把你的身形变短哦。它是，你看它甚至前面还会这样，有没有非常非常好看？就进出冷气房也可以带这个，没错，而且冷气真的很热的话，我觉得它有凉感的效果，冰冰凉凉。冰冰凉凉的哟。好了，那我要接下来先请瑞卡介绍一下身上的爆款。妞妞呢要再去换一个连身裤，也是我们追加追加再追加。爆款！我这一件真的是很厉害，那时候一上架，我看妞妞直播完就没了，好像直播到一半就没了，就直接跳预购。这件真的很必买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一件是它可以有两种穿，你可以正常穿，就是正常穿就是这样，因为它的上面比较大，然后你也可以拉斜肩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衣服拉斜肩都非常好看。而且这件不分身形都可以穿，它这个是我觉得 S 到 XL 都可以，可以，对，它都可以。你看就是宽宽松松，可是你穿起来，我现在我是 S 号，我穿起来也不会觉得很宽，就是很胖的那一种感觉，往旁边发展。这一件真的超推给大家。然后它前面这里是做这种排扣，可是它的排扣是假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曝光，因为很多衣服就是中间做排扣可能会就是小露你的内裤之类的，这一件完全不会曝光。然后它的腰头就是做这种松紧的，可是我现在呢，你们看我有腰身，可是我现在没有，就是它没有勒在我的腰上面，它是有空间有松度，然后呢它的腰非常的弹，
所以 S 号、XL 号都可以穿。这件我买灰色，哦，那时候黑色这条，哦，黑色卖的，灰色比较好一点点。灰黑都很棒，然后呢，应该是说基本上很多人包色，所以你要我们说哪个比较强，这真的两个都很强，两个都不相上下。我只是比较担，为什么今天要叫瑞卡再穿一次？是我比较担心很多人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一件的消息。好东西一定要跟粉丝分享，重点是它有一个手的地方特别哦，手袖这里它是做有开扣的设计，所以如果你要。把它打开，然后反折其实也可以。就如果在你想要再短一些些，再短一些都可以。因为以往 MIT 给人家感觉就是休闲，但是这一款洋装其实特别想要做不要那么休闲感，但是又有造型，所以这是重点。对，很多很多重点，这一件真的卖得很好，真心推荐哦。它有灰跟黑，推黑两色。黑两色好呀，我想说一下我的长度，好，因为我170，我穿起来就是也是刚好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高个女孩穿比例会不好看。这一件就是高个跟小资，就妞妞是160，然后我170，我们两个穿都是非常刚好的长度，对，落在刚刚好的位置。然后150的不用担心，顶多那天我有告诉你们，顶多到我鞋子的边缘而已，大概这样。对，150的话也不会拖地，完全不需要改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好的东西再不买，不跟今天一起买，因为今天有购物袋啦。我主要会请瑞卡再穿，是因为有购物袋。我觉得有些人还不知道的话，可以买洋装就会有购物袋，因为就超过520块了。好，再来部分，我身上穿这件也是我们这礼拜追加到我的裤装。它呢，这个绑带其实我平常不太使用啊，因为我带小朋友，我觉得它虽然很漂亮，会送给大家，也是我们 MIT 根根分明的流苏腰带。你不仅可以用在这一件，可以用在别的洋装。但我平常带小朋友就，因为最近要抱一个婴儿，所以我不太适合用这样的绑带，但一样会送给大家，绑起来非常好看。这件呢，台湾大码都卖得非常好，它是一个棉料的休闲裤装，超级舒服的，你看，然后腰的部分这么大到 L， 重点是这一件呢160/161穿的话，在鞋子的中间的位置还没落地，所以150大概落地，瑞卡的话应该会在这个位置。应该会在这个位置，脚踝左右。我说穿是到脚踝。所以三个尺码的人都可以穿。再来，他的肩膀是这样子，这么宽裕的，所以都可以穿。然后你不敢穿一字领的，他其实穿正常 V 领就非常非常好看了。这件我很推荐大家今天也一起戴 ，MIT 的裤装超级舒服，你看。而且这个很适合久坐机场 look 啊什么之类的，它这个布料好舒服。其实我们出了那么多 MIT， 但是每一款的布料都不一样，都让大家穿得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我这套黑色超级好看，超级显瘦，然后我都还没绑就够好看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天气其实大家搭一个牛仔外套，我觉得就会非常好看。然后上面的部分是做螺纹的，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弹度非常非常的够好，所以海外部分也很喜欢这件哦，大家可以斟酌一下。然后这个腰带是付给大家的，它就是一个多一个造型，有些人觉得哎全素好素哦，那我们就多一个这个腰带的造型，有没有看到它就变这样咻酥酥的感觉。但是有没有都 OK， 因为本身我已经做了松紧给大家了，只是说有的话我觉得会再活泼很多，所以这个就你自己斟酌。那像我个人因为刚讲了抱小朋友啊，他有时候会勾到拉到比较危险，所以我就没有放了。但是我还必须讲，我们 MIT 的腰带付给大家真的是满满心意在里面，就是这个流苏真的是根根分明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棒。这套有连结吗？来咯来咯，舒适 V 领有贴咯。有寄新加坡吗？有的。这个好舒服哦，真的。那时候我穿上去我也吓到，这个穿上去人就会想买，所以每次跟我一起直播小帮手都会破费。 Sorry， 你看真的超舒服的，而且舒服要像不像睡衣要有型啊。真的觉得这是重点。然后就是买了一堆像睡衣的睡衣，就没有精神、啊、对，没精神。但是我觉得这超好看的，而且买这件应该也可以直接获得这个了。可以，你看我这是我这就是我妞妞平常装吧，对啊，上班 look， 我平常上班就这样子背个包包，然后匆匆忙忙的这样子提着两个东西走进公司，这就是我。你说去卫生间麻烦，其实啊讲坦白的，连身裤有些人觉得好的人觉得很好，麻烦觉得很麻烦，但我还是告诉大家连身裤要怎么上厕所。第一个你一定要先这样，对啊，要
第二个是这样。你看大家的 SOP 都一样，但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麻不麻烦哎、欸。对，就是都很正常、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喜欢的人很喜欢是全脱，然后不喜欢的人会觉得。第一个脱光全部在厕所好怪，而且还有裤管要拉。其实可能或许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会弄吧、嗯，有些人会不小心弄。就我们已经习惯，我已经习惯，因为我本人很热爱就是连身的东西。其实全部脱掉蛮凉的，很快啊，就是对啊，一下就好了。所以自己斟酌，我只能说这件非常舒服。我这件到孕妇都还在录影片哦、嗯啊，所以还有我孕妇的影片哦。最近很怀念，就是有看到一些款式，我还有我大肚子的时候，其实才几个月前而已。真的，但我总觉得好像很久了，才两个月而已。我儿子也才两个月而已，大家现在都觉得奇怪，怎么好像很久了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再让瑞卡来介绍，这个是粉丝敲碗想要看瑞卡穿，因为。上礼拜妞妞有穿过，但是妞妞的身高跟瑞卡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大家想要看开叉的位置吗？位置没错、嗯，我170，然后我开叉位置就是非常刚好，不用担心它会曝光，因为它就是在我的大腿下面。我那时候录影的时候我有讲过，就是这一件是完全不用怕它曝光，而且它的比例非常好，因为它是做这种前面挖空，所以是前短后长，所以我觉得你就露出你最就是最细然后最好看的地方。就这样把你全部露出来，然后你就很完美。这么简单的衣服，然后还可以穿得若隐若现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很难得会有这种就是素素的那种 MIT 可以穿得这么性感。然后它这一件呢，它其实也可以拉鞋肩，就拉鞋肩很好看。然后一字领的话，我觉得是小肩女还可以，可是这一件还是我觉得不要拉一字领就好看，就拉鞋肩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弹性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它可以直接穿到 XL，XL 它是没有问题的，它的弹性非常的弹。我把这个绑带拔掉给大家看，它的弹性非常的弹，真的。然后它也不会贴身，所以你夏天就是很闷热的天气穿，我觉得也很适合，就是非常凉爽啦，不用怕它会贴身，因为有些衣服贴身就会觉得很热，很有负担。瑞卡这件我买蓝色哦，蓝色很好看，因为蓝色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的蓝色，很多人怕买蓝色会显黑之类的，我们的蓝色都是精挑细选的。这件很好穿，对，因为它的材质非常舒服亲肤，这一件大码的朋友现在非常适合，台湾的可能穿有点冷就会凉凉的，但是我觉得大码的朋友现在穿刚好。对哦，它已经卖得很好耶，全预购了。对，可是台湾我觉得可以先买起来，因为那天有甜甜价，但是已经过了。哦，对，可是我觉得价钱还是很划算的啦，现在价钱很划算。然后它这个有四个颜色我觉得都蛮好看的，都。然后我那天录影是穿咖色，咖啡色那一件，我觉得咖啡色，对，咖啡色那件我觉得很好看，而且它很显白，因为那时候我一穿上去，然后我同事就说，哎，你也变太白了吧，就是整个让你很显白，气色很显好。而且我那天去录影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在一个花店前面录，然后那个老板还突然走出来就说，哎，我想买你这件，我觉得好像很厉害，因为他就说你听到我介绍，然后看到这个衣服就觉得感觉很舒服。怎么又赶快立刻告诉我这件事情？我就跟他说好，我就贴网址给他这样子。哇哦！对啊，就是他听到我介绍，然后看到这件衣服，他就说夏天一定要穿这种。哎，这真的一定要买啦，真的卖得很好，有黑咖粉啦，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片段或是商品链接。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先问瑞卡，因为瑞卡比较高。好不好？高个女孩可以问我。然后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我现在穿的是 MIT 的纱裙跟 MIT 的发热裤，我把它做了一个结合的搭配哦。很多人有没有买这个纱裙的 set？ 它其实是一个长上衣，再加上一个网纱的 set， 然后里面是我自己搭的，发热裤。发热裤，我想要走这种，有一种。若隐若现，我觉得很性感哎、欸，性感哈、哦，性感的，对，然后开对，然后我上衣故意选了一个今天比较微小性感的，对、嗯，所以整身就是有点掉，确定是妈妈吗？我是就是要掉不掉，然后里面你看这个纱小帮手可以贴一下，它的另外一个同伴是一件黑色的连身洋装，然后呢，它的纱裙是长这样的啦，这样子的这个纱好，然后里面是穿这个。MIT 内搭裤在对发热内，哎，发热裤车卖超好的哦，超爆好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啊，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掉来掉去这么露的话，你就把它放成正常，这样超好看，而且你看腰身，我觉得很像，就是那种有点气质，然后又有点
小心机的穿搭，就是很会穿搭，很棒吧，跟之前的飘逸纱裙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你们拿到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加一下，你家里一定有内搭裤啦。嗯，对啊，一定会有。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洋装给大家看一下，他的同伴是谁。好，这个纱裙的同伴是一件黑色的洋装啦，大家应该有印象吧，没有单卖纱裙哦，就这件 全黑的洋装。好，全黑的洋装，然后我是把纱裙有没有加在外面，把纱裙脱咯。等一下，很忙很忙。好，纱裙脱了，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发热内搭裤有多瘦。好啦，一般你们一定不敢这样穿啦，因为发热内搭裤就是一个比较贴身的东西，大家觉得内搭裤就是要穿长版上衣嘛，那我只是先把那个示范给大家看到底有多坦多好看。我们家的发热裤其实现在天气穿发热裤还蛮 OK 的，台湾我很常穿，因为很纤细。好，然后呢肚子我觉得也蛮平坦，整个的弹度都非常足够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又有切割。重点是我那天有介绍它是全长的，很少人内搭裤做全长，所以你不要高个也不会卡在八九分的位置。那一般的女生一定不敢这样子啦，整个屁股显露在外面，所以呢有这种长版上衣就有个好处，遮住该遮的地方，直接就可以了，这样多好看。然后或是不一定要这件啊，刚刚一开始那个冰丝的也很好看，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会穿的 look。 内搭裤你也有，真的很多，那内搭裤一定要买。连海外的粉丝其实大家都一直问会不会很热，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上身穿背心，下身你很喜欢这个裤子的线条跟它的造型，我觉得还是可以买啊。然后你看我现在偷偷这样子就是塞一个脚就好了，它一样可以遮住我屁股，然后跟比较害羞的地方，内搭裤是可以这样穿的。今年会有双面纱裙吗？不一定哎，不一定，现在都还不知道，现在都还不知道。对，有没有？你看内搭裤，我穿平底鞋，然后完全暴露在外面，骨盆也没有特别的宽，然后弹性又很好。讲到骨盆这件事情，笑了哦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就是大家可以到社团去看一下，就去整骨的分享。我觉得我现在穿上这种内搭裤跟牛仔裤太明显了，一个月后我还要再去。好，不会，价钱不会很贵。然后我有分享在台北市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到社团去。那怎么到社团的话，再问我们小帮手喽。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然后里面有介绍很多妞妞自己爱用的事物，或者是大家的穿搭分享。好来，能不能看瑞卡穿什么？吊带裤哦，吊带裤在家吗？花苞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我请他穿一下。来来来，所以我在他穿的同时，我再呼吁一下哦，我们这个包包买520，那么70块就随机出货，这是最后一波了，因为太多人想要这个包包，我们已经做了第三次，请工厂做，总共做了好几千个了，所以这是最后一次咯，好不好？这么好的东西要一直持续送给大家，而且它的布质非常非常的好，中间又有扣环，让你的东西不会掉。好，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拿到哦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。你看这样多好看，微扎，然后宽肩带的，宽肩带的。然后如果你想要遇见男友或是遇见谁，我看一下我的肩带，遇见男友或是遇见谁，艳遇之类的。哦，我的肩带在左还是右？哦，在右，应该要这样子。好，是这样，超级好看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一下当乖乖牌，一下可以当心机女孩，小性感。好，瑞卡再换咯，请等一下哦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，可以先私讯给我们小帮手，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可以先准备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的商品都很厉害耶，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最后开放几分钟给大家咯，礼拜一总是特别的忙，有没有？好，海外的粉丝反正现在都有现货，我只能讲你错过了今天的现货，你就要等。然后瑞卡穿的这件，因为你们实在太临时了，这是妞妞从行李箱带回来的，对，还没烫过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那瑞卡呢，我那天有讲过这件是从 S 到 M 都可以穿，它比较特别，然后绑带它可能现在失踪中对，失踪中。好，它没有绑带，但是有自带腰身，那没有绑带我觉得蛮好看。对，我本来就有做马甲的部分给大家，那它呢是170几，所以它穿起来就是再更利落一点点，那妞妞会在脚骨的位置，大家可以感觉一下，
这件卖得非常好，但是它要三月多才会发货。对，对，它不会那么快。不会那么快，但大家可以先预购咯。是的，这几天会有其他新品，我们每天都有新品啊。嗯，会有新品哦。对，你穿黑的内搭裤怎么买？怎么买？小帮手怎么买？官网买。小帮手贴链接给你。小帮手，快点。怎么买？官网买啊、哦！每天都会上新品哦，所以呢，还要锁定直播。重点是我还是觉得今天的现货大家要赶快去买。嗯、今天现货，今天的新品现货一定要赶快买哟。对，然后因为今天售完的话，真的就要等了。那 MIT 会快一点点啦、嗯、，MIT 大概落在7到14天左右就会有了。对。所以想要买的赶快，如果已经跳预购，那可以先下单，就快快拿到。然后刚刚有人说要遮屁股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其实这个蛮适合去做瑜伽的、欸。可以耶，两、嗯、件都非常舒服。就是、对，让超级舒服。然后你也可以这样绑起来。那刚刚为什么我要穿这件？是因为有些人要遮屁股，你可以找这种平板的，然后或是这样绑起来都非常好看。期待牛仔外套，好，我也期待。但是牛仔外套售完的话，牛仔外套不一定会开放预购，因为。其实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真的目前有点状况、嗯、我觉得牛仔外套目前产出会有点问题，所以有可能到三月四月都有可能、嗯、所以上架搞来抢对对对，所以我也蛮害怕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如果有什么想看的再私讯给我们小帮手，有什么问题想问吗？应该没有了，我们介绍非常清楚了、嗯、好了，那就这样咯，我们今天的直播要结束咯，拜拜。代代就是520，然后大码是70。我们今天购物下单就有，然后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啦、哦！对，对啊，虽然我已经没有再过情人节这件事情。情人节是礼拜五。对，情人节是礼拜五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会在工作中度过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他比较有关系，因为他是少女嘛，因为已经是妈妈了，真的。我情人，我儿子啊。啊、对，我两个儿子，好啦，所以呢就这样咯，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然后记得一定要穿美美的衣服去。那如果呢你是穿剧院商品，欢迎你到社团去分享。那如果呢对妞妞这个骨盆跟屁股很有兴趣的、嗯、就是怎么样把它缩小，妞妞去哪边用，到底有多神奇，请你到社团去看，因为那一篇文章超多人按赞，快点去加入社团，快点去加入，真的很棒。然后里面可以看到你不同尺寸不同身高的人买我们剧院的衣服，然后去做一个分享。好了，就这样咯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